各位同学大，大家好，我是何心泰，福仁大学论系的何心泰。今天这个单元我们要讲解的是日语文法，然、哦、后今天是一百零九讲，十大词类的第十种词类助词，助词的第四种中助词，中助词。今天我们要讲两个哦，因为这两个其实用法没有说到那么复杂，所以我们合在一段影片来讲解就好了。第十四个 t 这是男性用词哦，然后第十五个 mono，然后有时候口语性啊、哦，还可以再缩短成为更通俗的梦。的这种用法。那这个通常是女孩子或小朋友在用的哦。我们往下看。好，助词的性质，它是附属词，没有活用，然后数量比较多，按照学校文法。 我们可以分成四种：各助词、接续助词、副助词，还有中助词哦。往下看，那各助词主要接在体言，就是名词后面哦。接续助词主要接在有词尾变化的动词、形容词、形容动词，它们三个又叫做用言。还有另外还有一种是有词尾变化，就是助动词哦，后面。然后副助词跟助助词呢，其实什么都可以接哦。然后我们要注意到中助词，它有尖头助词，可以用在句中哦。 或者是有句中的这种继续助词性的用法了，先，今天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哈、哦。还有我们要注意中助词有男女用词的区别，还有 intonation 的一个区别哦。好，往下看中助词，基本上就是放在后面哦，红色部分都是中助词。再往下看，那同样一个中助词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用法哦。今天会讲的 h e 哦，喂，一个 r e 表催促人家注意哦，提醒人家注意的意思哈、哦。还有箭头助词四的用法，或者是接续助词性的用法、啊，就在句中哦。基本上都在句尾了。那 intonation 不一样，那意思就不一样哦。那上升的声调跟下降的声调要注意，有时候了。还有可以重叠使用哦，又加内。那重叠使用的时候，哪一个放前面，哪一个放后面，就不要弄错了、哦。 动秋就不对了。第一个中促词是“嘎”，“嘎”表疑问。那但是疑问，我们还可以再细分，成为就更精确的分成为询问、反问，还有责问等等的用法哈。往、哦、一下看，卡西拉女孩子的用法从古语这个过来的哈、哦，一般是女孩子在用了，后上年纪的男性偶尔可以使用，像我就没有用过。 好，委婉的询问，因为你们也在用哦，所以就委婉的这种语气哦，跟它相对应的词其实是感到，男孩子你要的话就用感到哈。所以我们要补充的感到的这个用法，其实就是中柱词嘎加中柱词那哈。好，我们往下看，那其实有轻微感叹的意思咯。那，但是那除了轻微感叹以外，它其实最基本的用法是加强发音，表示强烈的禁止哦，这样的一个用法。 还有它其中一个用法是表示感动跟感叹，今天会稍微出来一下，所以在这里再提醒同学一下。我往下看，那那也是一样，它可以发成长音来加强语气哈。好，它有一个用法是轻微的感动跟感叹，这个今天也会稍微出来一下，所以我们再注意注意一下哈。 呃，最基本的用法是征求对方理解同意了。他跟右在这里是相对的，右、e、的话是听者不知道，我们提醒他知道哈。好，往下看，呀呀的用法是用在熟悉的平辈间或对晚辈的非正式的绘画。哈。然后这是男子在用哦，所以语气略显粗犷，柔柔一般就是上升声调了。男性用词今天也会稍微出来一下哈。那不顾对方的存在或意见啊，然后。 要注意的是，左的一个特色哦，是以自言自语的那种方式哦，叙述或者是强调自己的判断的所决定的人事物哦，然后是上升声调、哦。好，往下看啊，对不起，Tom。Tom 的话是用于绘画中的这个回答，通常是在回答人家、哦，我当然会去啊，当然就对你的意见我没有什么那个赞，就是赞成啊，当然不会反对啦，或者是对自己的判断保持相当自信，毫无。 怀疑或反对对方的余地哦，嗯，当然就是这个样子的意思了好，往下看。No，这些中助词呢，并不是格助词哦。好，主要是女性或幼儿用词，表示轻微或柔和的断定语气，下降声调、哦。但是还可以表示疑问哦，但但那时候就要上升声调，也可以用在家，因为是问句嘛，大家嘎就好了哈、哦。等等的用法哦，要注意一下。哇！ 哇，女性用词咯，委婉柔和咯，往下看，撒，撒，好，撒的话是它跟断定助动词在这里的用法其实有类似的地方，但是呢，断定语气比它还弱一点点哈。它表示自己的判断呢、啊，主张或意见，一带。但是呢，它容易带跟它不一样的地方是，它一带有旁观，就是事不关己啦，无奈反驳，自不带言，自不消说。You must be m o r n i 或是没那么严重啊，所以请你不要担心的这种语气哦。而且是年轻男性用词，所以，嗯哼，这个我算常用哦。那偷这样就是表示说话、传闻等等听到的内容哦，它的口语形式，初音加 take。往下看 k 那通常会有一个初音哦，那是文语助动词，是古语从这里得来的哈、哦。通常是表示怀念或回想过去的人事物，用它来接它嘛。 可多可多之前我们讲过了，基本上是女性用词哦，它表示感动或感叹，但是下降声调、哦、，OK，或者表示询问、征求同意，那这时候就是上升升调喽，等等的用法哈。好，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z z 男性用词，它是中助词，做。 然后再加中注词，a 这个中注词现在不常见啊，上代中的中注词或者是尖头注词、啊、不常见，所以老师可能不会特别另外开一个单元来介绍它。哦。那同学知道就是中注词之后加中注词 a，然后变成 za，然后呢在音发生了变化了，变成 za，因为 z 加 a 的话可以连就是连长音哦，然后呢变成只有 z。 Z a 就没了，是这样变化过来的哈、哦。好，是男性用词，用法如下：表示告知、叮咛、嘱咐,嘱咐等等的语气，用于熟识的平辈间或对晚辈的非正式会话喽。语气比柔委婉，就是柔的语语气是比较强的哈、哦。但是刚刚有提醒同学，在复习的时候提醒同学，就是柔它有自言自语系的那种用法哦，它强调自己的主张、判断哦。 那这、呃、的话，他只是告知，对不起，告知，sorry，告知啊。现在有点累了，因为已经十一点多了，晚上十一点多了。丁玲我嘱咐的呢语气哦，好，这用法呢是上升的语调。OK，这第一个用法。第二个用法呢，它加上了一些其他语气哈、哦，它表示轻视啊、嘲讽，会略带威胁，或者是提起注意等等的语气。 然后可以接在敬语表现的 dismas 形后面啦，然后这非熟识关系也可以使用，因为它可以用在 dismas 形后面哦。会陌生人啊，哎呀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不要这样子啊,啊！啊，你怎么会这么做呢？真好笑，等等哦，会加上这种语气。好，这种用法呢是上升声调、啊，即使两个都是上升声调了。Sorry，通、哦、呃，基本上会用语的第三变化中止型来接。 但一量型啦，或过去型啊，物、呃、或又、呃、等等，也可以来接。我们往下看，举例说明哦。好的一个用法哈、哦，表示命令、嘱咐等语气哦。然后比，比如还委婉哈、哦，然后跟都一样是上升声调哦。那是在用的，来一起吧そこで一不可使用ぜ、一不可する啊，通常服一服啊。 以前是指,指那个一帖药啊，这是没有特别讲话，在现代就闻就是抽一根烟哦、喔。我们在那人抽一根烟吧，就在那里，哎、欸，抽一根烟吧。饭后是神仙，对不对？也不够秀人。好，再跟平辈或晚辈跟他讲，哎、欸，要不要这样子啊？我们在那里抽根烟吧。他没打有，阿不奈人，不行啊，那很危险哦、喔。好，这种语气比柔和委婉哦、喔，叮咛的语气哦、喔，不可能这样子做哦、喔，很危险哦、喔。

第二个用法、啊、表示轻视、嘲讽、略带威胁或提起注意的语气、哦，哈，可以用在 dismiss 后面呢、啊，所以不是很熟的人也是可以用哦。丹那上，说我一经蛮认真。喂，先生，这位先生啊，不可以那样子做哦，你怎么可以在捷运在那吃巧克力啊？捷运不可以吃东西，也不可以喝东西哦。你把，那、啊、因为他不懂得礼貌，不懂得规矩啊，等等的哈、哦。

随便你啊，随便你高兴啊，随便你高兴去做，怎么样做你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，然后变成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、啊，不关我的事，哈哈，啊，有点略带微笑，是这样子哦，用吧，そんなこと、オリワセキリンをもじま那样的事情，哈哈，我是不负责任的哦。 不，没没有我的责任哦，不关我的事哦。你们那个学校自己要缩减那个重点数啊，然后今天的老师可能就很多就没有课啦，或者是你们课乱来乱去啦，或者有些主管啊私心自用啊，都是把趁着机会断掉别人家的课啊，等等啊，一大堆理由啊，然后有些。 认识的啦，有人脉的啊，就赶快来关说等等哦、喔、啊，不公平，不公平，不公平，那不关我的事，不是我的责任哦、喔。往下看，好，第十五个中注词 mono，然后也可以念成梦更加口语了啦。其实这也是绘画在用的哦、喔，它其实是来自于形式名词 mono 的变化哈、喔。当然，形式名词 mono 是来自于实习名词 mono 的变化。 好吧，它的变化其实跟原来的 m o d l 几乎没有什么任何关系了哦，而且它是中助词啊，基本上是用第三变化中词型来、啊、接它，而不是用第四变化的拟型哦。注意一下。好，主要为女性或幼儿用词，女孩子在或者是小朋友在用的哈。啊、呃，主要的用法其实他们是主要是这个啦，就是申诉理由。好，我们看第一个用法，多和だっ demo 前后呼应，就前面会有 data 或者是 demo 然后以 data 加 mono 或者是口语型更口语的 mon 或 demo，然后加 mono 或者 mon 的形式来申诉理由。可是这种申诉理由的语气呢，还有反驳、女孩子嘛撒娇哦、不满或抗议等等的语气哦。等一下我们举例说明。好，第二个以 mono name 加上中助词。 其实 mono 在这里也是中助词啊，中助词加中助词，然后哪一个前，来一个在后，不能颠倒哈。或者是 mono na 的形式来申诉理由。可是呢，因为 ne 跟 na 他们刚刚的用法，老师有特别在复习的时候提醒同学注意，就是有感叹的语气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因为 na 跟 ne 的关系，所以带有轻微的感叹。他申诉理由没有错，但是还有带有一种感叹的语气在里面哈。等一下，举例说明。第三。 它是接续助词性的用法，那有的文法学者可能会把它当成接续助词哦。可是这里我们再多提出来，是因为这种接续助词性的用法，其实它是申诉理由的意思。可是呢，它是申诉理所当然之理由。可是这种理所当然呢，通常是女孩子或小朋友在那里反驳、撒娇或不满抗议，有加入这些语气哦。好，我们举例说明。第一个用法。 跟だで或でも前后呼应，大部分是这样子啊，当然不是绝对哈。男生书理哦，含反驳、撒娇、不满或抗议等等语气。一句话，だでそれが嫌いなの。啊，对不起、哦，我念错了，因为女孩子我真的不是太会念哦。だでそれが嫌いなんだもん。好，用中指型来接它哈。哦 哎呀，那个我就是不喜欢我、哦、就是讨厌、哦，我不要吃那个东西哦。你把送那一朵，其他那一梦，那样的人我不知道。哎呀，这个女孩子在讲的，我不知道。<laughs> 好，第三个，那男女在对话哦。第一个应该是男的、哦，第接下来女的是这样哈、哦，男的叫他女朋友，就你不要来公司来找我啦，不能可以来我上班的地方哦。开一下你开的外开那一朵一朵 然后女孩子就回答、哦：“哈，哦，这可能有公主病哦，娇生惯养的。” Demo，我爱西塔卡当大梦。可是我很想见你哦。OK，往下。哎呀，这个好。第二个，然后加上呢，那他们这两个中助词本来就有感叹的用法，所以除了申诉理由以外呢，带有轻微的感叹哦。 我们看第一个例句，你用 K 在话六千三六三梦达摩呢？好、哦，日本经济就是刘老师你的专门的啦。我、哦、个女孩子在讲哦。你把我的思想观啊，阿达诺康盖托，看那里奇怪吗？什么呢？好，他们两个人不是很熟，我可以用为吗？是后面哈、哦，我的想法跟你的想法还真是不一样啊、哦！哎呀，怎么会这么不一样呢？ 一个是公主，一个不是嘛？一个是奴婢，OK，三吧。拉るほど。英語は山大さんの奥可以です。モ呢な。原来如此啊！英语，英语就是山田山田小姐或者山田先生。哇，你非常擅长的那个语言的吗？啊，是这样子啦，感叹哦好，第三的用法，其实助词性的用法哈。 所以它可以用在句中，这里为什么要讲说它是接取助词“是”的用法？因为它在用在句中，就前面的文解的最后，然后后面再加逗点，OK。在处理理所当然的理由，但这种理所当然的理由可能是就是这位公主啊，她自己所认为理所当然的、哦，就是所以会含有反驳、撒娇、不满或抗议等语气，这是。 第一个用法的那一种用法，所以拉过来，只是它可以放在句中，所以我们讲是接续注词性的用法。好我们看一下例句用。顔がとてもきれいだもの、みんなに好ら哇，她脸长得非常漂亮啊，那一定会被大家所喜欢，肯定会被大家所喜欢的啦。好。 这自己所想的理所当然的理由，有时候会被大家喜欢，不一定是脸漂亮啊，说不一定是气质啦，或者人品啊等等哦。好吧，外表演做外貌协会的、哦，过吧。よく感じをひく k だ k i n 勤が多いのは仕方がないよ。女孩子在讲哦，我想感冒啊，所以呢，那就会哦 kicking 哦，没去上班哦，缺工。嗯，那、呃、没去上班，对不起啊，没去上班啊、哦。嗯、呃，会这么多啊、哦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、啊，因为我常感冒。哎呀，这真是公主病啊！我这个天啊！来过吧，野外我拿了口袋满了，木里娃的鸡蛋哟。我是弱女子啊、哦，我没办法，太勉强哦。这个太重，我拿不起来，我提不起来啊。好。 以上是今天这个单元我们讲的十四，还有十五这两个中助词数是 mono、mon，还有十四。对，晚安，祝你好运。Good night a m good luck。我是小何。